怪人啊，通常都是这样，因为主持人呢特别怕被骂，好，就让你们去被骂啊，不不，好了，等一下一样最大声的朋友们，我们就会送给他，你要挑到你自己喜欢的，知道吗？要跟挑女婿一样，知道吗？要跟挑老公一样哈。好，来告诉我，今天如果你想要拿到最多的好礼，在啊，在哪边？好 OK 这样厮杀不是办法哈，所以两位呢，等一下呢最大声，等一下指名比较快了，好不好？南台车站点菜，地金钱，同时我们请现场媒体朋友们到台前给予拍照，谢谢。请贵宾一同剪彩，三二一，请动剪。恭喜南台汽车大展迈入第29年，非常感谢贵宾的祝福与各界的支持。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啊，因为有我们在座的很多贵宾、跟老师、跟同学、跟参观的，今天很早就很多人来参观，啊，就感到非常荣幸，有这么多人啊来参观我们这个车展的啊，这的确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回想我们这个车展啊，就从民国78年，啊，就是1988年啊，1988年开始，是我当校长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这车展，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么热烈了哈，不过很多老师跟很多同学的努力之下，渐渐的茁壮哦，所以到现在已经是29年哦，那每年都是一直在成长啊，摊位一直在成长啊，像今年就接近500个摊位哦，那以前刚开始大概400多啊，那现在500个摊位，所以你看进来都满满的了哦。满满的啊，这的确是中南部的一个大盛事啊，所以除了台北的车展、台中的车展以外啊，我想中南部最大的就是南台啊，就南台啊。那以前有很多学校要想办这个车展，办不成功了啊，因为的确要花很多的精神来处理这个事情啊。那我非常感谢我们以往的吴宗林老师啊，啊现在的许德嘉老师、张卫进老师，那我们的现任院长啊，我们现在卢代理校长，他以前是机械系的了啊，系主任了，他们都尽了非常的努力了啊，才能够连续的29年了，从不间断，而且真的茁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我对他们的努力啊感到非常的感到非常的骄傲了哈。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敬佩了啊、哦！是不是大家给我们的机械系的以往的老师跟同学给他一个鼓掌吧？啊、哦，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这个车展的内容啊越来越丰富啊，尤其在跑车方面啊，我们也成为很多的厂商啊给我们的协助啊，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展示的有保时捷 G13， 也有这福特 GT， 这个都是这限量级的啦，全世界才有4500辆啊、哦，还有实力哦，赛车，这些都是平常大家很少看到的啊，可以请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来观赏一下啊、哦，我同时啦，我也非常利用这个机会啦，来感谢我们产学合作的伙伴啊，像洪嘉腾机车公司，他跟我们啊做了很多的合作计划哦。那每年刚开始2年给我们160万的经费啊，给我们
从事这引擎的研究啊，就机车引擎的研究了啊。那到现在又增加了500万了啊，哦，增加500万了啊，所以有这个洪嘉诚的这个这样的提供我们很多的机会啊，让我们本校这个汽车组啊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负所望了啊。所以本校也研发了超省油的机车引擎哦，超省油的机车引擎，现在也积极在申请专利啊，说不定在一两年就可以大量生产啊，这是我们这个产学合作的成果啊。当然还有很多厂商啊，给我们在教学哦，还有这个产学合作方面的方便跟协助啊，我在此也一遍感谢。厂商哦，给我们的一个协助哦，谢谢你们的帮忙。刚刚我们啊，张董事长已经把我们这个南台车展啊，29年以来的啊一些啊历史啊，已经有做过一些啊报告。那我就啊自己的一点想法啊，给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刚刚跟我们林啊总经理。刚才闲聊的时候有谈到哈，现在啊这个电子智慧化的时代，电动车啊可能会在未来了哈，不知道几年内了哈，可能会取代这个引擎汽车啊。那前不久啊，美国啊特斯拉公司啊把股票炒到300多美金哈，啊就一直讲这个啊电动车会取代啊这个啊引擎车。可是涨多了之后，啊，股票总要往下修正，所以就在讲啊，这个电动车还是有一些啊电池续航力等等问题，啊，很难取代这个啊引擎汽车。当然，这是股票炒作的一个说法啊。那我想，整个趋势来看，未来真的会渐渐的一步一步的配合整个啊电子。汽车电子技术，还有这个智慧化的技术啊，添加在啊汽车的元素里面，这个电动车应该呢，我的个人的认知，应该也是会啊逐年的会来啊渐渐来取代这个引擎车，当然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掉，这大部分会取代掉。那我刚才跟那个林总经理说啊，现在这个股票上了万点哦，应该买车。的人会很多哈，但他说哈，这个股票要下跌的时候哈，人家获利了结了，那个钱撤出来了才会来买车了哈，这是个很老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理念，我想一想是对的，所以现在好像全世界包括台湾的股市已经有点在往下修正的一个感觉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展。一定会吸引更多啊，这个我们来啊，南台来啊，观赏欣赏车的那个买气，我想可能业绩会长红哦。啊，因为都配合刚刚所提到这个股市的一个理论了哈。那当然，这个是有点啊，配合今天的这个车展，我讲了一点啊题外话哈。当然啊，我们南台车展在前面，我们啊张董事长还有刚刚有提到很多。主管跟老师同学的努力下，确实我们发挥了一个传承的力量哈。那今年我们这个办这个车展呢，不只只有机械系汽车组哦，我们还有跨系哈，包括我们这个数位设计学院的资传系流行音乐系，还有商管学院的行流系，还有气管系、国际系，另外我们在人文学院的。应用系也都有学生参与，另外我们还当然还有我们厦门理工的学生也都有参与这样一个车展，也是说让我们这个活动的举办能够全校性的来办啊，不是只有当然那个汽车组是主角了哈，那我们再把这个理念，把这个活动的内容，让我们整个制造、行销、展示宣传等等方面。都有我们各种领域的学生来参与，这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刚张董事长提到，我们有很多学校里面有关
啊车辆方面的一些技术开发，还有一些跨国合作哈、哦。我们跟日本三重大学有做这个电能车，哦，在日本比赛也获得很好的成绩。我们跟厦门理工啊学院也有这个啊学生方程式赛车的合作。那这个我们当初去年跟他们谈，我们合作之后也会参加啊中国啊大陆这边的，还有啊国际的一些赛事。我们各两边哦，一年一个学校来当主角哈、哦。今年比如今年是厦门当主角，那边就被南台当主角啊。等于说我们这个啊制造汽车的技术也是有在跨国合作。那当然这些啊成果，我们在三联堂的前面有今天有配合我们啊学生专题制作展。有一些我们学生啊制作这个车辆的啊展品啊会在那边啊展示，也欢迎我们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啊媒体记者啊会去跟啊同学啊去打气加油啊，让他们的作品啊可以有呈现在我们啊来参观的啊贵宾的啊前面，来呈现他们的啊作品迹象。那最后哈、哦。还是要感谢我们啊，今年哦主办的各个单位啊，包括老师、同学，还有啊我们指导的长官哦，还有啊媒体记者帮我们来做一个啊详细的报道。中间大概缺席一年，好像是我儿子结婚那一年缺席。那我年年过来参加，然后看到这些好朋友哈，那心里非常高兴。那这个车展呢，是从那个张校长，还有我的那个学长啊，那个吴宗林主任啊，他们两个一手创办的啊，这个非常不简单啊，一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将近30年啊。昨天那个许哲嘉许主任来找我，他说：“美女啥子档案呢？”我这老啊，已经参加啥子档案？非常不简单的哈，而且年年茁壮哈，有这个张董事长在带领一下，年年茁壮啊，啊，我是说大家应该可以肯定哈，可以祝福哈。那我这边说，就希望我祝福今天的车展顺利成功。张局长来走，来大声的说我来，有要换的车系的走，来，我派你去每个人的家里检查一下。明天请他们把它骑来啊！好，那请问告诉我，你的车子有超过150cc，包含150cc的举手说我。没关系，我不会真的检查，我真的不会检查，等一下大声的就送他。好了，请问有超过150cc一样的车的朋友举手。瞬间变多了，你知道吗？好，来选一位你们喜欢的朋友，来大声喊我。